好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2号，现在是晚上的20:29。今天是大部分是晴天，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，最低温度是22度。我现在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这个妇幼保健医院站这边，我现在准备去那个瑞景商业广场。那我会坐19路公交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，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叫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，我都是全方位的那个拍摄，没有什么剪辑。我也想更切实的，就是说更实际的来拍摄那个厦门的实际情况。那我们准备等车，我现在。正在等车，在这个妇幼保健医院站正在等车，现在还有四分钟两站地。那整个路程呢就是这样子，整个路程是这样子。整个路程是这样子，它是会走这个公园，应该是走的是公园东，就是说公园东路吧，然后走一段那个新华路，然后再走一中站，整个路程就是这样。主要的就是公园东路，然后下河路，然后年前西。那我们就开始那个等一下车吧。今天天气温度呢还是比较舒爽的，天气温度比较舒爽，所以说没有，也不需要穿长袖，短袖也刚刚好。他是从那个第一码头开过来的。那对面就是那个妇幼保健医院，这里就是妇幼保健医院。即将到站，他写了即将到站。那个最亮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最亮的是那个，叫做财富大厦，最亮的。来了，119路。
为什么身上这么重啊？因为带着这个很厚实。
Thank you.
请您
Thank you.
足额投币、刷卡、扫码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工作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Thank you.
这一站到。好，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各位，下期再见，退出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那个，是那个公交的，不是用步行的，但是整体的路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挺好玩的啊、哦！我乐跑了，我还上两次，一样好。我这个是那公交的，不是用步行的。好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